咱屏东的乡亲时代，少年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屏东县长侯选人，登记第三号周春美。这礼拜拜六就要投票啊，我要拜托大家爱做周春美的靠山，帮我催票、拉票、顾票。这摆选举决定屏东百年未来的关键，我要拜托大家支持春美。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守护咱上心爱的故乡。这八年来，全国拢看到屏东无相像啊！大家一起喊出“我屏东，我骄傲”。这八年，村民嘛非常的荣幸，会使甲潘明安馆长甲伊的团队，一工动辄两工咧拍拼。潘馆长交予我的任务。全力争取对屏东上重要的交通和医疗。现在屏东的营种已经开幕，高铁高捷也确定延伸屏东，科学园区也进驻屏东，屏南的快速公路也正在规划，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建设会一一到位。村民使命必达，天天南北奔波，协调中央甲地方，甲一步一卡印，走遍咱屏东33乡镇市，改善咱学校的操场、关怀据点、道路的改善、排水的整治、甲文化场馆，足济足济基础的建设。沿海乡镇甲百里外国境之南的医疗甲交通，咱嘛拢顾着，全面提升生活机能。绿色执政、品质保证，不只是一句口号，而是历任的县长大家累积的成绩和骄傲。我要感谢屏东的乡亲愿意给我机会，让我在初选顺利代表民进党来参选县长。经过民主的淬炼和民意的肯定，我肩负重任，更知道屏东一定爱你。咱要拼希望城市，是希望长辈会使继续得到更较好的照顾，是希望小朋友会使继续安心学习，更希望有较侪产业入来，让咱的少年人在地就业创业，不用北漂。我是屏东的查仔，为出世、读册、食头路、结婚，我拢伫屏东。为了延续潘明安馆长甲大家拼出来的荣耀，我会带领屏东乡人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。我知影要成为屏东第一个女馆长，绝对不是画画就会使做到。我会扛起重担，勇往直前。最后的冲刺，拜托大家做我的魂心，做我的靠山。馆长坚定支持登记第三号周春美，同齐行，做伙拼，屏东才会赢。拜托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屏东 OK。